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，也免悲伤，也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，也免悲伤，也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，也免悲伤，也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，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真欢喜伊个加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，伫哩这个单元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八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八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咱这个电话永远是和董树林定清的电话，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咱来看政治新闻哈。这个军心韩缩，萎缩的缩了，萎缩的缩。军心韩缩。那么能力剥削罪将回归。一般的这个司法，哦，上盖好，上盖好啦，啊，来，这是自由时报，那么台北报道，那么根据自由时报伊伫个讲啊，哦，陆军下属洪中秋军中枉死案引发到全民的这个关注，啊、哦。马英九总统昨召开军事会谈，听取国防部提出检讨的这个报告，决定将主动检讨现行陆海空军刑法，将以军事机密、军事勋务无关伊的这个犯罪。新闻以上，哦，
这个司法机关啊来精审。哦，这上介好啊！哦，这种上介好啊！哦，那是有军事秘密的啦，军机的这啦，哦，这由军法啊来审啊，这个审判啊来审判。哦，也那不是啦，像今嘛这军中的啦，哦，也会算啊抄的啦，这吼，这拢今嘛拢那安怎吼？包括这个贼仔啦，这同款啦。哦，今嘛这拢无军法就对啦。哦，今嘛要移出，吼、哦，这个算讲移出这个。军要哪讲？移出军中啊！吼，那么以缩减军事审判这个范围啊啦，安尼嘛是好啦，哦，安尼嘛是好啦，哦，啊，你都若参与军中最贼啦，来来来。医生的孙啊，地方法院来去侦办，吼、哦，安尼上好啊，对唔对啦？即卖孙啊，兵啊，伊个较凉啊哩，哦，较凉啊啦，啊。那么其中，能力剥削罪，而且个部分，因为外界强势上界权啊。认为讲应该移出军法，伊个这个审判。那么法院军方将真紧请立法院通过，啊来修法啦。哦，上届好是安尼生啊，哦对不对啦？啊，我看这唔系第二个这个临时会吼、哦，立法院啊，哦第二次的这个临时会。我看迄个排排落去，哎，都拢大家拢嘛同意啊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？哎，就简单啊，迄条文都几字啊，人呀，是不是？哦，啊，都 OK 啊，都通过啊啦。哦，啊，唔能够踮喺咧乱啊啦，哦，唔能够踮喺咧乱啊。我看吼、哦，安尼乱到到底吼，阿宏这节目样啊做袂落去，哦，阿宏这个节目根本做袂落去哩，啊。那么军心摆渡无关这个军机顶犯罪来，那么你法院调阅党团嘛决定在下礼拜临时会提出修法，限缩军事审判伊这个范围哦，你啊看对不对啦？我当他调出来，其实这下文。内文我拢还无去看到吼。那么国民党立委主张修改军事审判法，将非正式发生伫个军中的这个不当管教啦，吼，另一案件啦，回归一般司法处理。民进党团要求修正军事。审判法、国家安全法以及到刑事诉讼法等法，那么主张，确实的时阵呢是战时，那么军人犯普通，这个刑法嘛适用刑事诉讼法。那么立委丁秀中提出这个修法的版本。只要是在非战时，啊奇怪哩，啊起码讲非战时，啊，起码讲我都分非战时，啊都有吃的啦，伊若讲安尼就安尼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起码非战时，咱起码马哥加阿强的。对不对啦？
嘛还佫唔是战争来讲啊，嘛是还佫算敌人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你甲看，那即声民进党的佫对国民党安尼改了，你甲看，即马民进党的是毋是啊？上到国家的时阵呢，伊阮是双手摊互人去啊，双手摊互人去啊。伊讲的时阵啊，唔是战士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，我有讲过啊，即马民进党大家嘛拢要赶紧去大陆甲因交流哩，哦，所以即马这嘛安尼修改啊啦。那么这个立委丁秀中伊的这个版本就是讲，只要是在唔是战时啊，非战时，哦，应该是爱讲的时阵啊，只要唔是咧战，哦，那么包含长官、能力部署不当的这个管教。做了申诉，以及的军人触犯酒驾，哦，故意公共危险、杀人、伤害、妨害性自主、抢夺等罪，哦，抢夺甲贼啊，这拢是啊，哦，拢违规一般司法机关追诉。审判，那么这项修法主张，行政部门以表达乐观、积极的这个态度。马总统长在府内，就是总统府内面主持军事会谈，啊，甲议会人士。除了军方官员以外，还佫包括副总统吴敦义、行政院长江宜桦、总统府以及着国安会秘书长、国安局长蔡德胜、行政院政务委员罗英雪、林正杰等人。那么也是那国防部长高华超提出，我有看报纸啦。这个国防部长甲这个什么呀？甲这个，甲这个迄个秘书或者什么？我又搁未记，看才会记。迄个什么平啊？迄个。哦，是那个商务啦，但迄个什么商务有哦？这两个讲，歹做啊啦，决定歹做啊啦，哦，这报纸有写。所以咱拄仔伫咧讲的，啊，这个国防部长。高华超提出红中丘下士死亡案教训，以及到啊个国军改革人权保障作为草案，并对这个警备火锅管训制度军费提出删除啦，哦，拆除啦，删除。那么维持。但建立救济管道，伊即个甲乙两案，两个案就对啦。但是嘛，无针对警备火锅管训制度做出存废，伊即个裁示啦。当然啦，爱阁考虑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即嘛平安好康啊啦，哦，啊。啊，即嘛那迄款呢？嗯，啊，你要安怎啊？嗯，我这都啊，属到一般司法咧管的啊，是毋是安尼？
我的孙子呢？这个什么啊？我的孙子呢？但迄号做迄个名称是什么啊？迄龟什么龟龟龟营啦？龟营了啦！当你迄军中，你也管我袂着啊啦！无你甲我送的孙子一般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先？你也看啦，这若安尼改了，你做你甲看啦，代志搁出来啊啦！代志搁出来，我阿王甲惨囥下啊！都好食安尼，物价安尼都吼翻天覆地就对个啦。那么总统府发言人李家辉，那么专属的表示了，马在会中指出。军法改革问题，包括非战时军人犯罪，是毋是回归司法侦办，以及到涉及军事审判法、陆海空军刑法等制度改革事项，因为军事审判制度伊个即个变革，啊个。至关重大啦，那么请正院、立院、司院啊来讨论啦，共同以审慎态度啊来研究修法。那么至于警备、火锅、管训机制是毋是爱废除吼？那么李家辉转述啦。讲卖认为这个部分哦，需要爱个考虑啦，哦，爱个参考这个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国家，伊个这个立法，伊这个算讲伊个这个例啦，做整体伊个这个考量啊。李家辉指出，嘛提到。提到了，不是提到了，吼、哦，嘛使讲的啦，吼、哦。提到的时阵，内部巩固维持军心士气，我甲你讲啦，像这种的，我阿洪甲惨的惨尽情啦，军心愈来在愈散漫啦，绝对愈来愈散漫，你做你甲看，啊，代志会愈出愈多。所以伊马英九伊咧讲内部巩固维持军心士气，伊个即个重要性呢。那么鼓励各级军事首长，吼、哦，到到部队去行行个啊，吼、哦，伊是写走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各军兄弟一定爱继续，吼、哦，肩负保家卫国。伊个即个重大责任啦，但即马是虾米？但即马做兵是虾责任啦？但了都无兵坐啊，对唔对啦？哈、啊！啊，即马都个代表都已经，都民进党的即个虾米人？啊！这个讲的时阵，安尼要成立中国议会，对不对啦？好来，看看。这个新闻就讲到这结束，期待下一回啊，对啦，我先过来补充一下啦。那么我前回在讲有哦，这个自由时报啦，
对不对？我咧讲的，伊家己的孙安尼啊，无中生有的啊。伊报的孙安尼讲，国防部是毋是要赔偿？要赔偿的孙安红家一亿有无？我就讲这，伊搁乱咧谣言啊！你甲看。那么我看昨看新闻，昨早起。那么国防部去开记者会，伊就是讲啊啦，伊讲哦，国防部将来啊，嘛无将这个问题啊，什么遐啊，哦，有关这赔偿的这啦，连老家这都拢无啦，伊否定掉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想也知，所以我常常咧讲，看新闻啦，拄啊，我就咧讲啊，对不对啦？中国时报是讲三个人苏建和案，三个人一个人500万啊，对不对？赔偿嘛，冤家嘛。但是自由时报都唔是写安尼啊。哦，开头我有讲过啊，伊写共享1500万，对不对啦？你讲安尼就差足多啊，标题安尼就差足多啊啦。所以我常常咧讲。这个报纸你要注意啦，吼、哦。好啦，我会记，我先报。哦，啊无，唔得个未记，一个漏出去啊，一个未记啊。好啦，到这结束，期待下次会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。阿宏，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